我一直对这个地方有很多想象。我大爷、我妈、我哥跟我姐，他们都来过这个地方讨生活，只有我没有来过。我哥还在这里待了还12年，他从18岁离开拉修来到这里，一直到他40几岁。拉修的美国人讲起这个地方，眼睛都会睁得特别大。我大爷在世的时候常跟我讲，穷人想要翻身就是要去这个地方。